但是这首歌曲呢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是一个日本一个非常屌的一个乐团。那这个乐团呢，他们只有两个人的组合。那我曾经跟吉他手有这样的想法，想要这样做，但是未完成。所以今天呢，很高兴，我的恩师，他刚刚唱到的恩师的歌曲，现在我要告诉他这首歌曲呢，谢谢你帮我在这边圆了这一次的梦。那希望呢，这首歌曲呢，等一下大家如果你们有空可以玩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玩。这首歌曲来自日本一个相当知名的乐团，叫做 Beat 的作品，就是。
很好。继续。他呢，曾经是我的好战友，我一定要介绍他。那希望呢，大家能够记得他。也许这一次呢，我不保证下一次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事情。不是，我说我不保证我们下一次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继续在台上，好不好？大家今天玩得开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Come on。Yeah。